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一会儿要见到小宝了。然后我今天的穿着全是蝴蝶，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蝴蝶结。这里有个，这里有一个，然后这里有一个。工作结束之后，有什么安排吗？没有。前面可不是这样说的。今天工作结束之后有什么安排没有？你不要诓我。我们工作室的小姐姐，今天工作结束之后，你有什么安排吗？那我会去抢工作。可以带上我吗？可以。刚刚那段掐掉。今天我们工作结束之后呢，我给自己安排了去吃椰子鸡，然后现在想去的报名。然后今天在这个 vlog 里面一定会见到我吃椰子鸡的，如果见不到的话我就下次再吃啊。来，你亲亲我好不好？来，放它。你今天就穿这个吗？啊，来跟镜头打个招呼。这个凉快。这个凉快，跟镜头打个招呼。你是谁？我是小宝。嗨，大家好，我是孙思成。嗨，大家好，我是孙思成。你今天来干嘛？我今天来。你直播干嘛？采访，你拿着镜头看吧，好不好？你想拍谁拍谁。妈咪，哎，怎么了？这是谁的裤子？这是我的。你今天穿的是黄色的裤子啊？咱俩好配啊！你看，你穿黄色，我穿绿色，看到了吗？你在抓娃娃呀？可以给我抓一个球吗？可是我抓不上来，我刚才抓这么多。呀，抓到了一个！现在在服装换衣服，可以拥有一个甜甜的小面包吗？巧克力棒要。果冻也要，饼干也要。哇，真好。这个真的很好吃，你尝一口，会很好吃。哎，真的不错，你真尝一口，能尝一口吗？听一下这个声音啊！我今天就是想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心动了吗？今天的主题是工作的一天，然后呢，现在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天是怎么去工作，然后怎么去选择，衣服，还有配饰，还有怎么去拍照，还有就是为大家深刻的揭秘一下我们工作的一天都是什么样子。然后每次工作的时候都会喝咖啡。今天我已经喝了两杯了，为了消肿。Hello， 我现在又开始换第二个妆，然后现在准备做采访了。采访用的衣服就是这个干干净净的。咦，我面包，给我拿过来。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
头发还是选择直发，这样会比较干净一些。然后现在呢，在补妆，补妆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敲一敲面包啊，呀呀，对吧？抓紧时间换造型，然后现在在换那个采访的造型。其实我们今天戴了很多耳钉，戒指，我要戴个戒指，我可以戴个戒指。这是一套吗？哇哦，我戴个那只这个是吧？戴食指上，怎么样？很贵啊，很贵啊。然后我现在要选一下今天拍的第一套图。因为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很紧凑的这个时间，就化完妆发之后就去拍照，拍照的时候就要当天摄影师就要跟着把这个当天要发的这个照公关图什么的都给选出来。今天我们拍的图 ，Hello， 我们现在就是妆发已经完毕了，然后要去录制现场了。然后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小宝啦，看到吗？来，问客问客问。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大厅了，然后我现在要见到小宝了，非常开心，我爱你哦。我今天忘带画板了，今天画板上也写一个。小宝爱你哦，真的啊，给我忘带了。爱你，你给我比个心吧，爱你。全国人都爱你。好，那我走了。然后现在回酒店了，然后他们还在外面，感觉每次工作都是非常像打仗一样。今天看看是这样的。好啦，一天的工作结束了，然后我已经换回自己的衣服了。对，今天我就是这样穿起来的，还是感觉这样适合我哈，舒服呀。拜拜。